高贵的密萨娜竟然也被梦魇污染了，找到她，然后终结她的痛苦。让我回去。胆敢挑战我的人，都是急着想找痛苦的死法。萨维斯的影子还真敢说。安静，驱除！我马上就来对付你。忍者，我能闻到你血液里的梦魇，离开这片林地，否则就面对大自然的愤怒吧。污染者，原来是你们让梦魇污染这片林地。梦魇不再蒙蔽我的思绪。运气好而已，好好享受吧。你最好祈祷不要遇到我。他们会做好准备，你只有在梦魇才能施展真正的力量。住口，弱者！你下次开口的时候，就是在地上哭着求饶。教训！我跟你说过，少管闲事。可惜你们辛苦来到这里，就为了死在萨维斯手上。空话连篇，梦魇之王，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力量。你这个囚犯倒是很嚣张。只要用上我一点点余威，就能把你彻底击溃。
君者会遭到惩罚。你会痛苦的，慢慢的死。这一定出了时候。知梦者是你一份私情。这是你应得的胜利，但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戒。萨维斯还好端端的躲在梦魇深处，你在这里击倒的敌人只不过是他的幻影。愿伊露恩赐予我们力量，